好的，接下来我们按照顺序从希林开始。希林，你选择的表情包抽到的是谁的？我抽到了刘谢宁。哦，谢宁的，哎呀，好了好了，他这个很好哎，他很容易，对啊，超好。我要包包，超好演吗？真的吗？你可以加一点你的风格啊！准备好？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好来了！哎呀，很行很行，赶紧截图，赶紧截图。赵烨，看一看你抽到的是谁的表情包？我抽到的那就厉害了，我抽到的是希林的一高。哎呀，准备好啊！就是，我们倒数三秒。等一下，我再看一眼，我再看一眼啊！我抓一下，这种神韵，骄傲，看着骄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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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你知道？对，准备好啊！三、二、一，成龙来了！哈哈哈哈哈！你这个是，你在干什么？我在放电，他在成龙放电，是在放电。赵月，你一个男单这样子好吗？你还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风格 ，OK。所以希林 OK 吗？这个算通过吧？不同风格的表情包，勉强了，勉强了 ，OK。模仿旁边那位，我比较满意。想看，想看，想看，想看。模仿旁边那位啊？再一个，那不是远景重现吗？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对不起，想象一下旁边那个陈鹏老师，他背过身，他是什么表情？我已经知道了。好的，来吧，接下来，现在是成龙大哥了。我天哪！好，准备好，三。二一，成龙来了！我颠颠又叨叨，好比浪涛。好了，一锦抽到的是谁的？我抽到的很难，张一凡。啊？他这个表情很痛苦。你可以。这个表情就是要把自己的五官紧缩在一起。很一言难尽。来了来了，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啊！来了，这个有点难啊，这个很难。但是我相信你啊。王毅同学到底难不难？三、二、一，他来了。还可以，还可以，可以，可以，还可以，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太难了。好，接下来卓璇，卓璇抽到的是谁？我抽到的也很难，我抽到赵月。赵月的，哎呦呵，其实还好，还好，还好。来来来，准备好啊！来，陈卓元应该上线了。我可以给你配音，我好伤心啊！我给你配音，准备好，来，给他配音，三、二、一，有截到吗？线上的朋友截到了吗？呜呜嘤嘤嘤的感觉。那那天你抽到的是谁？啊，我抽到这个卓璇的。啊，卓璇的。是的。好，来来来，这个不表情包，这个不难啊，这很可爱啊。三、二、一，他来了。冲呀冲呀冲呀，对吧？啊 ，OK。可爱可爱的可爱的。仙宁，我抽的也是不像表，那个很美啊，他王一锦的。啊，你就是夸我美吗？没有美啊，我觉得我能这么丑的样子。哎，让你模仿，不让你超越啊！我要超越了，你要超越。准备好，准备好，来，三、二、一，他来了。他还是动了，超越了，超越了，他不是超越了，超越了。有吗？有吗？再来，固定一下，固定到那边，看看没有截到那个表情。三、二、一，来喽！手还是在后面兰花指。哎呀，那个兰花指翘的哟。他是牡丹，刚刚做了个背舞。动图，那是动图。要动图。好了，接下来害怕的你来了。害怕了啊！没得选了，一凡，你是害怕。你是谁啊？啊，我是我，我是你啊。我是妮妮。妮妮。准备好，三、二、一，好来喽！可爱，哎，都是萌萌哒的感觉哦。怎么就我们的画风不太对？我们是怎么回事？还是了解彼此？哎，你们会用彼此的表情包吗？会呀会呀。哇，用的谁的最多？我用张一凡的。我用张一凡，我也用张一凡最多。张一凡、赵月、刘星林。好，但接下来我们要升级一个难度了。我接下来呢会拿出一个情景题卡，然后呢要根据这个情景做出相应的新的表情包。这次我们从一凡开始吧，我们换个顺序，从你这边抽题，挨个来抽，每人一个。好，来，好，谢你。 OK， 第一个，希林，你抽到的情景是？我是
加油打工人。加油打工人，哇，我们都有打工魂。这个怎么表情包啊？你想一下，就是在营业状态中的打工人是什么样？其实刚才我做过，可以再做一次。好，三二一，打工人来了！打工人破门而入。你的俏皮的小脚是怎么回事？好，接下来赵月，你抽到的是。我抽到的是坐过山车。坐过山车。哎呀，他这个没有亲身体验。你看一看，你是那种惊恐的、开心的，还是他估计是晕过去，他应该就是昏过去了。我是那种直接昏过去的那种吧。好，准备一下啊！赵月的过山车，现在接下来要向你驶来喽！三、二、一，掐人中吗？这是在？就是昏过去了，已经吓我救了，彻底完，彻底晕过去了，自救命，过山车赵月。好，接下来一锦，你抽到的是？我抽到的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这个表情真有在用，这个经常家长用，这个经常用哎。准备好，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三二一。一定要笑不笑？对，好，好，哎，这个还可以，这个可以。接下来，周璇，你抽到的是？我抽到的是看恐怖片。看恐怖片，好，真实状态哦。看恐怖片，恐怖片，这样子就行了。好，准备好。周璇，看到恐怖片之后，三、二、一，来了。太可爱了，可爱哦，可爱。啊，这个就是不敢看，不敢看，但是又想知道演些什么。好的。奶奶啊，奶奶需要翻译一下。奶奶说啊 ，What's this 啊？有点难，有点难，有点难，我有点难。A little hard， 有点难啊。哦 ，Yeah。Hard like dead water。你不能说吧 ？No happy, no sad。No happy, no sad。我就是心如止水，不心不悲。哎，哇，这个怎么？这个刚才是怎么 ？No happy, no sad 是吧？怎么会今天抽到一个这么难 ？Heart like dead water, no happy, no sad. 来，准备好，准备好，三、二、一，奶奶来喽！什么表情啊？可以吗？形象很形象，非常的淋漓尽致，非常的对。哇，非常的一向不开心的蒙娜丽莎。好的 ，OK， 很棒很棒。仙宁，你的是？我的是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哇。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好难哦！这个，这个也很实用的表情包，准备好，三、二、一。眉毛是囧字形，蛮尴尬的，皮笑肉不笑的感觉。好了，接下来一凡，最后一个。我的是得到了女王的权杖，我哇，这太。来给你个转转，就拽就完了。对，你这个是权杖，我很高贵都不配。准备好，你的权杖来喽，三、二、一。这是一只非常，你刚才那个出现转过来很像，今天是双十一，这是一只非常难得买到的麦克风，你们要下单抢它吗？